我接到通知说希望不要办记者会。你知道这个通知是郭董跟您说的吗？对，他没有告诉我任何的原因，他是说就是就是这场记者会就希望取消。所以原本郭台铭董事长想要办这场记者会，我没有这样说。OK， 本来是要开这个记者会，是要让这个党中央听到我们这个就是地方的很多声音，然后呼吁征召郭台铭董事长哈来这个担任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就是2024总统的参选人。各地的这个议长哈，就是还有相当多的，包括民众啊哈，议员们哈，实际上支持郭董事长的力量蛮强的。在那个桃园以南吼，都是这样子。我到现在还是认为郭董事长是一个，最适合代表在野阵营来出来这个挑战赖清德的人选，而且比较可能会赢的。好，你说不好意思啊，哈。我也想先问一下，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原本要举办，然后突然取消了？我接到通知说希望不要办记者会。你知道这个通知是郭董跟您说的吗？对，那郭董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跟你讲？是因为昨天跟朱主席聊过之后，认为说现在办这个记者会不恰当吗？他没有这样告诉我，他没有告诉我任何的原因，这样子。所以他也没有跟你，他只说叫你不要办。他是说就是就是这场记者会就希望取消，嘿。那会不会是因为郭董已经看过了党内的各项数据，都认为说目前都是输侯友？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接到，我也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我真的没有得到。委员，请问今天原本受访的人大概有谁？来的人大概有谁？出席的来宾预计。地方意见领袖、政治领袖，可以透露，不能一直看齐恩了。可以透露大概有谁吗？地方的政治领袖是像是中南部，还是说有特别哪个地方？我本来想说，如果大家这边等一下都聚在这里，这样几十位这样，就大家就会都会见到，对。但现在既然是取消，我想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就暂时先不透露。等一下我讨论看看，如果嘿方便透露我会讲。那这场参叙原本是谁要办的？我是代发通知而已嘛，对。所以原本郭台铭董事长想要办这场记者会？我没有这样说。我因为想问一下说，因为是不是也担心在征召前哦，可能避免一些这个火车对撞的状况出现？这个不是我判断的，这个不是交由我来判断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形是什么。OK， 本来是要开这个记者会，是要这个就是让这个党中央听到我们这个就是地方的很多声音了哈，聚集大家就是说就是要呼吁征召郭台铭董事长哈来这个担任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就是2024总统的参选人哦，这是本来的意思，因为就是说地方这个大家都知道地方的这个。各地的这个议长哈，就是还有相当多的，包括民众啊哈，议员们哈，实际上支持郭董事长的力量蛮强的，好，在那个桃园以南哈，都是这样子。那本来是说大家在这个党中央要征召的前夕啊，大家共同提出呼吁，好，那现在就是决定说啊，暂时就是取消这样子。那听说还有一个参叙吗？你们晚上是不是还要办一个聚餐？那个老板记错时间，老板记错时间，他说我不好意思，当面那个对。可是刚刚沈智慧中常委有接受访问，有讲到就是说，认为像国民党现在感觉征召侯友宜是基本上是感觉是确定了，但是好像很多的规则方面是不是还要双方坐下来讲清楚比较公平？我想沟通讲清楚这个东西是朱立伦主席的责任嘛。他应该会跟主要的参选人坐下来讲清楚。那明天中常会上，这个挺郭的这个中常委们会不会有一些动作？因为我不是中常委，所以我没有办法带中常委回答这个问题。对，你要问中常委啊。我跟郭董跟你透露昨天朱郭会的讯息吗？透露。对，或是跟你讲昨天大概状况。委员是不是有一点有苦难言？没有苦啊，没有苦。那有愉悦吗？愉悦，我觉得就是很平静啊，就这样子。那会不会觉得如果郭董没有出现，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啊？什么意思？就郭董最后如果没有出现的话，没有出现这个，对、啊、对，被、这个、我以为你说出现在这里啊、哦，没有被征召哦。对、啊。哎，当然，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认为郭董事长是一个最适合代表
在野阵营来出来这个挑战赖清德的人选，而且比较可能会赢的，胜算比较大的。那你认为他被提名的几率大吗？以现在的情况，我相信还是有的。我们今天记者会取消，跟昨天朱国会有没有关系？这点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不知道。哎，那明天郭董会出席中常会吗？这点我也不知道。对。所以今天原本安排的一些跟郭董的行程，是不是暂时都先喊卡了？我没有负责郭董的行程安排。就您跟他见面的是一些行程？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跟他安排，就安排见面，是不是都取消？这句话是什么？我本来就没有那个跟他有什么安排啊。哦，对。委员，那今天晚上宣明之宣董的参会，您还会出席吗？哦，这真的参会不是我办的。哎，那您有受邀吗？哎，我没有哈，所以我应该不会去。晚上有很多那个访问啊，电视台啊，广播啊，哎，都有。嗯，我就会不会担心说，这个如果就明天是确定征召侯友宜的话，假设那这个接下来整合的路是不是会比较难走，还是还好？就是看我们朱主席的智慧啊。嗯。确定了吗？确定什么？征召的人，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不是党高层啊，这个应该要问主席吧。哎，委员，等一下是不是会跟郭董有一些了解、跟讨论或参询之类的？会讨论的哈。嗯，针对昨天晚上朱郭会的结果吗？哎，应该是广泛嘛哈。广泛讨论。嗯。我因为就有媒体报道指出说，其实早在三月的时候，黄健林秘书长有跟郭董说要拿不分区的第一名，就是说当议院立院龙头。你有听过这件事情？我没有，我没有听过。那你认为这样子郭董会接？如果照来讲，郭董会接受还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判断，真的，我没听过，我也没有办法判断。对，好，谢谢。好，我也可以了，谢谢。谢谢。我真的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不好意思啊。关心关心关心